在这一边呢，它要我们用 graph paper，OK，、okay? 这个你要用 graph paper 啊。然后过后呢，它的 y 等于一加 sin 二 x。sin 二 x 的话呢，我们是这样的，然后它是零到二派，sin 二 x 的话它是一二这样，OK，这个是 sin 二 x，然后它这边是减一到一，然后它加一的时候呢，就全部向上移一，全部向上移一的时候，它这边是零一跟二，然后在这一边是这样，然后它是这样，这样的。所以它的这个 graph 是这样，然后这一个是属于我的那一个一加 sin 二 x 全部一起加一，所以就是一加一等于二，零加一等于一，然后减一加一等于零。好，然后我的 modulus 二 cos 二 x，我的 cos 二 x 的话呢，它的 graph 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一个是我的 cos 二 x，两个了，然后这个是 cos 二 x。然后它减一到一，我前面放二的话呢，它就变成减二到二，OK。然后我再 modulus 它的话呢，它就会把加的变成减的，这样，OK。所以在这一边它是到二，这样一座、两座、三座、四座，OK。所以半座、一座、两座、三座、四座。然后这一边这两个这样合起来，所以它在这一边，你从 graph 这边拿到这一个第一个点、第二个点、第三个点、第四个点、第五个点、第六个点，它总共有六个 solution。OK，so 我用 Desmos 把它画出来，我拿到这一些0.322、1.6、1.249、1.6，然后三派果是零，然后这一个、这一个跟这一个，它总共是就是这样。OK。